光你，别动，不用。你干嘛呢？啊，你每天工作那么辛苦，我总得帮你分担一下。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你看不见、啊、怎么样，我让你怎么样了吗？你现在心情做太给谁看呢？你以前干嘛去了？老公回来了，等一下饭马上就好了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到家了，放心吧。啊，累了吧，那我给你按按。自己安息一会儿，不要死。哎，好好训练，没问题。到兄弟不说那么多啊，我现在就过去。不要烦，不要烦。你来干什么？不够丢人吗？哟，嫂子来送饭了，真幸福呀。就是。别，咱们一起去。你回去吧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那过去终归过去了吗？你别生气，我们出归于好，我也会加倍补偿你。别，早干嘛了？没有什么重归于好，只是你转了一圈才发现，只有我才最好骗吧。我不是道歉了吗？不是醒过了吗？不是在学着帮你分担吗？不是学着爱你吗？我都不爱了。你才开始学着爱我，你说你当初娶我干嘛呀？你为什么非要等到我对你失落透顶，你才开始装深情？你是不是觉得你这样很伟大啊？被自己都感动到了？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你现在的样子只会让我觉得很恶心。趁我现在还爱你，麻烦你不要错过我，真的后悔了。错过了，不是错了，是过了。迟来的深情比草还贱。